汐止新光桥即开通，处处是危机。上周五选前一个月，竞选连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风光启用横跨基隆河两岸的汐止新光桥，在七彩灯光炫目下真是漂亮，但天一亮整个都变样了，处处是裸露的电线，处处是危机。这里还有一个大坑，灯柱也没完工，实在是假辣差。对小朋友会不会觉得会有危险？比较危险。